第一次见面印象你不记得？我就只记得你在睡觉啊，然后还记得有一个很高的人走上来。我想说，哇哦，飞机蛮矮的。亲爱的安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，只记得当天有一个个子很高的先生走过来，我心里还想说，会不会撞到头？哦，不会。很多人问我一开始怎么会回你讯息，我总是很肤浅的回答说，哦，我觉得长得蛮帅。如果现在你问我一样的问题，我还是给你一样的回答，因为就这么肤浅，就是帅。谢谢你当初给我一次认识你的机会，有许许多多的巧合让我们有如此的缘分。我以前一天要睡20个小时，现在醒着20个小时，对不对？会期待每天回家看到他，每天看着他有不一样的转变，就是越长越大，每个阶段有不一样的动作。他小的时候呢，不太动手，我那时候还以为他手坏掉了，然后后来我发现哦，懒，纯粹就是懒惰，他就是懒惰。现在越长越大的时候呢，就很像爸爸，超级像，侧脸超级像。刚开始我也看不出来他长得跟谁像，可是最近就有发现，哦，好像真的长跟我有点像。从认识、相爱直到现在，我们都一样的有默契，也不太为了什么而吵架。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下去，我们要一起组成最欢乐的家庭。个性的话应该是跟我们两个都像吧，就是算比较外向的那种，就是他不喜欢待在家，喜欢在外面，是像，对啊，希望可以就是以后跟女儿出去的时候，人家可以跟我说，哎，你的其他那里叫你睡一样，结果是女儿。改变了我的思考，自然而然的会因为你而做一些改变，然后想要让对方看到，哎，我是有认真想要跟你在一起，遇到你让我觉得你是可以一起走一辈子的人。又要哭了。对，有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委屈，可是你也是都一笑置之。我觉得孩子生出来以后呢，会增多摩擦，但是会让我觉得你是一个越来越好的爸爸，就是真的有在成长，然后有在照顾孩子，让我觉得没有嫁错人。最后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说，恭喜你嫁到好老公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帅是当老公的帅，是当爸爸的帅，是一切都为了我们的帅。每天你都会说我爱女儿比较多，但我想说，没有你也没有她。从现在开始，就让我们相爱相杀，一起走下去吧。爱你哟。